我感觉你们新闻界还是虚的，你们非常失去西方对方的魅力，你们毕竟他涂鸦，明白这意思吧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是身经百战了，见得多了。西方的哪个国家我没去过？媒体他们，你们也知道，美国的华莱士，那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。我给他谈笑风生，所以说媒体啊，还是要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。等我点，谁在看？我还是给你们着急啊，真的。你们这个，我以为偏，你们有一个好，全世界跑到什么地方，你们比其他的西方记者跑得还快，就偷心跑。啊，三盘是三亿，懂了没有？那将军先生，我今天是作为一个长者，给你们讲讲，我不是什么人，但是我见的太多了。我有这个必要告诉你们一点人生的经验。我刚才我很想啊，就我每次碰到你们，我就讲中国一句话叫闷声大发财，那个俗话也听出来，这是最好的。但是我想我见到你们这样热情啊，一句话不说也不好。就你刚才讲在宣传上，将来如果你们报道上有偏袒，你们要负责。我没有说要清掉，你首先支持不支持？我们不支持啊，他现在拉特首，我们怎么都不支持特首？这是我发现的。香港的法律啊，对不对？要按照香港的，当然我们的决定权也是很重要的。香港这个形态就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啊。到那时候我们会表态的，是吧？你们啊，不要想喜欢还是那么大新闻，说现在已经清定了，就把我批判一番。那是你们啊，那一那是个哪一个人？我跟你讲，说你们这样子的不行，法律啊。